那天，那对加拿大夫妻要带走你的时候，你差点没把我孤儿院的屋顶给我掀了。那个桃啊！当时为什么没有一起领养我妹妹？当时有人要领养你妹妹来着，可是你前脚走啊，你妹妹就跑了。我们找了许久，可是没有找到。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Hello. Speaking. <音>找到你了，你长得跟你父亲太像了。你认识我父亲？孩子，我是你堂姑啊。你怎么找到我？是孤儿院的人给我打的电话，他们知道我一直都在找你和你妹妹。那你知道我爸妈现在在哪里吗？你妈妈她。 他生下了你跟你妹妹之后，就抛下了你们两个，跟一个有钱人跑了。你爸爸听说了之后，心情一直很沮丧，结果出事故了，他在工地上摔死了，邻居就把你跟你妹妹送到了孤儿院。等我从外地赶回来之后，你已经被加拿大夫妇领养走了，你妹妹也不见了。 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回家呀？哦，对了，你想知道你亲生母亲是谁吗？你想去见见她吗？我知道了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小允的药。哦，好。 I pictured this a thousand times in my mind, meeting my mom for the first time. But it was nothing like this. I suddenly felt my life had just become the punchline of a practical joke. <音>你来找我，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？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家那破地方打车有多费劲啊？你也不说送送我，要是我再遇到危险怎么办？哎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好了好了。 我不骂你了。其实我见到你挺开心的，这么久没见，我也一直挺想你的。喂，恩彩到哪儿了？已经在路上了。狗狗呢？乖着呢，拜拜。 我实话告诉你，本来我对你印象还不错，挺仗义的，打起架来也挺有份儿的。
但是刚刚看你哭的那一下，我对你彻底没兴趣了。所以你别想太多啊，我跟你现在只能做朋友。Jesus Christ！ 还有，以后在我国领土上，我建议你尽量说母语。一定会开心死了，来给我。妈，你看是不是超级可爱啊？太可爱了，你看，哎呦，送给珠儿的吧，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哎呀妈，你不要生气嘛，你要是喜欢那送给你啊。哎呦妈可不要，你还是送给她吧啊。这孩子怎么这样？哎呦，这么点小狗，你就用脚去踢它，万一伤到怎么办？有点爱心好不好？真是的。有没有礼貌？叫阿姨好。慧茹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她是我乖。我为什么叫阿姨？你叫姐。你找事儿是吧？哎，你不是那个？恩彩之前经常说的那个，哦，恩彩，你转运了。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在温哥华见过的。闹哪样啊你？慧茹姐，不好意思啊。恩彩，明天你不用上班了。没这么严重吧？究竟是找人还是找死啊？你不过来干嘛？你不要命了？还疼吗？习惯了。暴力大叔，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暴力啊？我这才见你第几次啊？每一次我见你，不是被一群人打，就你一个人打一群人。你究竟是人品问题，还是风水不好？我情商低。那你还是打玻璃吧。不会的。哎，这是送给我的吗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珠儿，哎，你别生气嘛，是送给你的了。珠儿，我靠这么近干嘛？好可怜啊，我现在跟你一样没人管没人要了，要不你就给个面子照顾两天。嗯，谁说他没人要？嗯，耶。喂，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小黑。晚安。Here anymore. Like hell, that woman is my mother.
走，姐带你玩去。吃过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要。我傻傻的模样，你千万别看我不像傻傻的我，可傻的不一样。凭我小小的土壤，埋藏着浩瀚的宝藏。我差点死掉。用双手去开拓自我，这么想我啊？我的头可破，用我傻傻的倔强，要走到世界最重要。Shut up！ 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想找事儿是吗 ？Say why don't you shut the hell up？ We're trying to watch the movie。什么意思啊你？怎么了你？怎么着？你干这件事啊？找哪呢？哎，怂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出来找乐，不是出来找揍的。老娘为你工作丢我就认了，然后把命都搭上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咱当国际友人成吗？不当国际盟人。OK， 想喝东西吗？好啊。地沟油。Sounds good。谁他妈在跟我说外国男生火不可和谁急？酒店好贵的，要不住我那？我收你一半钱，你别想太多啊，可怜你一下。说了个男人